正在直播，点我头像，进来看精彩直播。苦涩吗？正在直播中，点击我的头像进来看精彩户外直播了。今晚包谷地沟沟里面居然抓掉了条黄鳝。正在直播，大家点击我的头像就能看到精彩的户外直播。正在直播中，哎，往里跑。正在直播中，点击我的头像进来看精彩的户外直播了。大哥们，今天晚上刚刚出来啊，这个是发现的第二条鳝鱼了。看着这下面已经加了一条了，看着这个好像是条泥鳅一样，没错，哦，没加到。正在直播中啊，大家点击我的头像进来看精彩户外直播了。你们看，诶，你看他把这个青蛙给吐掉了，这条鳝鱼惊动到他了，他把这个青蛙给吐掉了。看，吃的是一个青蛙呀，看到没有，吃的是个青蛙。正在直播，点击我的头像进来看精彩户外直播了。
正在直播中，大家点击我的头像就能看到精彩户外直播了。来了，老弟，稍后啊，正在直播中，点击我的头像进来看精彩户外直播了。天气热了，这黄鳝越来越多，加上大家看看今晚的收获。正在直播中，点击我的头像进来看精彩户外直播了。